四山通敌叛国，休想自成一派。这一山一河皆是皇家血脉，不杀同胞相残，尔等休要想逃。用刺骨风寒，尝尽世间哀嚎。任凭三教九流，妄想只手遮天，别苦苦哀求，葬在烽火狼烟。这击鼓升堂，别装故作淡定。黑白阎王前去判你烂命，没这天子的命，尔等岂敢逃？老子手中的命，何止几百条？妄想看我在干我在战我在犯我在叛我在探我在犯火，让你败北撕烂嘴，这叛鬼都忏悔，在赞美便伴随，在铲除悍匪，让你焦灼着雕琢，把功力消磨，百姓敲锣像妖魔都发配漂泊。老子轻松在精通，在练着轻功，抬头星空这清风都伴着心中。走走着清风，那没办法呀，超管提醒我了，超管提醒了。哪么的办法呀，我这个面膜再贴十分钟，去黑头的好像是，好像是都进我鼻子里了，我的妈呀，好像是去黑头的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搞？BBQ 了吗？这不是这么地吧，一会儿再整。预计8:30可以开饭了，兄弟们。预计8:30吧。这电饭煲还有，电饭煲还有25分钟，嗯，差不多一起好。我的风扇歇一会儿了，它已经吹了一天一宿了。我的风扇，我给我的风扇歇一会儿，这个逼累拉了。旋转了，光光旋转了一天一宿了，我的风扇。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。对象，要对象干啥呀？要对象有啥用？你问我西城。要对象有什么用？东西。整一根，兄弟们。我几点播的呀？今天、啊。欢迎孙总的威武。没意思。一人挺好，要对象有啥用啊？没有什么呀，我把每次点的那个咖啡放在这里边，它就不化，它不化。然后冰还在。男大女6岁，6岁不吉利，6岁不吉利，六冲。
你不知道有六重的说法吗？我问我奶，我说就是差六岁，因为我舅跟我舅妈就是差六岁，嗯。然后我说差六岁咋的？然后我奶说就是日子过不起来。六重。面膜再敷十分钟。哎，什么半不半的，不分半不半，就是你们属相差六个属相嘛，差六岁。嗯，六岁不好，我奶说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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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Hello， 你好，欢迎魏公公。我今天几点播的？我看看啊。五点半。八点半，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，就三个小时，我就在这忙活厨房了。我做了个冰糖炖雪梨，做了个牛肋条炖土豆，焖了个米饭，刷了一波碗，就在厨房转悠了。这家给我转的，赶小陀螺了。给我转的跟小陀螺一样。杨超彪，我那个白色短裤超管老说我穿一回说我一回，但好在没扣分，挺讲究。今天可能是看我过三星了，我要是才过个一星或者一星都没过，超管直接就给我扣分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超管扣分，他也看你直播间的礼物，就是你要是一星都没过，我经常有时候就过个一星播好一个小时，就是赚六块钱呗。完了那个超管啊，看我违规，寻你他妈穿这个逼样，完了啊，直播好个小时挣六块钱不够电费的呢，嗯，光机就给我扣分了。超管有也看那个扣分，也看那个直播间礼物情况，知道吧？狗懒的，今天看情人节没给我扣分。知道吧，跟这也有关系，知道吗？真的跟你直播间礼物啥的也有关系。磨会儿咖啡吧，明天没有咖啡喝了，兄弟们。磨会儿咖啡，唠会儿嗑，咱们现在等饭的时间，我的饭还没好。磨咖啡。
搞这儿一抹，兄弟们。跟这有关系、啊。运动的，到现在今天几号了？今天四号还是五号？我已经20天没有运动了，兄弟们，我已经20天没有锻炼了，我的肌肉都没了，退化了，我的肌肉都没了，兄弟们。Eugene and Moni Valentine. You 一句话叫什么？家有丑妻怎么地来着？那句话叫，那句话叫啥来着？提醒了，超管应该是意思我这会儿提太高了，但是我就是我不管穿啥裤子，只要是带裆的裤子我都提得高，就是我因为我总感觉我腿不是很长，然后呢我就穿啥我都提得可高了，因为我感觉这样比较舒服，就是哎呀也不能说这样比较舒服，操，就那么闹去，就是习惯了吧，可能就可能习惯了，就我穿啥我都是，我穿啥我都是提的比较高，然后我一穿那个白色，我刚才穿那个白色短裤，超管就提醒我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跟这有关系，真的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heard about me.
Witches rise on team, Eugene and Bonnie Valentine。20天没有锻炼了，我的游泳圈已经遮挡不住了。我20天没锻炼了。我洗脸了，洗脸倒是洗脸了，裤子太长了。我刚才穿了一个这么到这儿的一个白色的超短裤，然后超管给我提醒了，因为我现在是5分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显不显示我是5分。然后那个超管就给我扣分了。我那个大米饭好了，我瞅一眼，谢谢卫生熬的关注，赶紧卫生。到这儿的超短裤，然后超管给我提醒了，然后我就换了呗，没扣我分，没事儿，我现在硬气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Eugene and Moni Valentine. But if this can't get a dollar out of me, no Cadillac, no perms you can't see, then I'm a motherfucking P.I.M.P.都是对 A。 之前我胸大的时候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吧，我是 C。 然后呢，我给你们讲述一下我胸的历程。就是最开始我那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，刚大学毕业，然后我做了2个月的珠宝策划，然后我就不想做了，因为那个我们珠宝店那个经理吧，他跟我爹差不多岁数，但是他老想泡我，就是每次我们出去活动，珠宝店整活动的时候，他就老想泡我一个秃老亮老头的，啊，因为我写的那个策划案嘛，完了那个他老跟着我们一起出活动，经理，珠宝店经理，完我就觉得有点烦人了，完我就不想干了，完我还有就做直播了嘛，大学毕业。我那时候3围是88、58、90、90，完了吧，我直播吧，我就感觉自己胖，我就自卑。那时候我是嘎嘎相当的丰满啊，这一块，完了我就15天瘦了10斤，我不吃不喝，只吃水果，然后我就从100斤瘦到了90斤，然后慢慢慢慢又瘦到了83斤。然后等我瘦83斤的时候吧，有直播间有一个人叫老孙，
老孙说，哎呀，太瘦了，你要是能胖到100斤，我就给你们快要超火啊，完了我光光我就天天我就造啊，就为了那个超火啊。完了呢，经历了半年的时间，我一下子胖了20斤，我从83胖到了104，然后我就想，哎呀，这回行了。但是我发现我减不下去了，就是我发现不管我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了啊，然后我现在我就卡在了100斤这个位置，我现在怎么都减不下去了，就是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吧。完了呢，减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疯狂减肥吗那前，然后我就从就是最开先头是西嘛，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做直播的时候，然后呢我就觉得吧，哎妈不行啊，这一走道直颤悠啥的不行，那个太庸俗了，不高级。然后我就一瘦你知道吧，女的一瘦就呜就那啥呀，一瘦就瘦胸，一胖就胖肚的呀，这是最先胖的地儿。完了我就胖成 A 就吸不回来了，反正就这样吧，反正就这样吧。这个面膜到点了，我得洗脸了，我面膜到点了，我这个腿掉了，这个眼镜腿，老孙给我买个新眼镜呗，老孙我这眼镜腿掉了，抠搜的，我得洗脸了，走吧，咱们洗脸去。谁家放炮啊？嘚儿逼喝呀？放啥炮啊？洗脸去了，兄弟们，先洗脸啊！不行了，这个面膜时间不能太长，这个脸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洗把脸了。我先找个那个擦脸。先擦一下，完了再洗，不然不好整啊！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，喜欢我的点个关注啊！擦一下它，干了。
不够啊，再来两张。我操，挺好用了，老好用了。挺好用啊，大嘎好用，去黑头的，大嘎好用，哎呦去，大嘎好用。挺好用。大嘎好用。洗把脸啊，这个火山泥的2块钱一袋还是1块钱一袋，嘎嘎好用。淘宝的火山泥面膜老他妈好用，去黑头。嘎嘎好用，哼，老好用，嘎嘎好用。再来一个补水的，再来一个补水的啊，又是黑的哦，
瞅瞅，得给胡萝卜下来了，不下不行了，晚了，一会儿干锅了。下胡萝卜了，给胡萝卜下，胡萝卜不爱熟。分钟的汁儿，完了再那啥，再那个，再转小火。收十分钟的汁儿，收香。欢迎183，欢迎大家。现在放胡萝卜了，胡萝卜收汁儿，给胡萝卜炖一炖，完了放那个土豆的胡椒酱油，再收汁儿。先把这个先炖一会儿，炖个十分钟，胡萝卜能不能熟？炖十分钟，我估计行了，那就8:40吧，8:40转小火。转小火，其实大火收汁儿，但是土豆的快熟了，它炸过了，先不放，一会儿8:40转小火，转小火，然后再放土豆啥的吧。8:40放那个土豆，8:40。转小火放土豆的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。我现在播3个小时了，我现在播3个小时了，兄弟们。好爽 ，coffee， 给你们放个戏曲儿。吓我一跳，不好意思啊。也吓我一跳。8:50吃饭，九点半咱们健身，复健。九点半，我定个闹钟，咱们复健，饭后半小时。时隔20天的复健，
九点半。我饿了，我今天就吃了一顿饭，吃了一点麻辣烫。其实我都饿了。其实我很饿，我今天就吃了一顿饭，就喝了米粥，我就吃的麻辣烫，我也没吃啥。明天又采核酸了，明天进行区域男士核酸，只采男士，明天不采女士。明天，只采男的不采女的，你们那边有这种吗？你们那边也分性别吗？其实我穿这个裤子老他妈勒挺了，这裤子是我八十来斤穿的，老勒了，噔噔，真是噔噔啊，噔噔的。欢迎校际竹马来。看看我的微博吧，八百年没看我的微博了。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牛肉炖土豆能不能好吃。我上回做的咖喱的牛肉炖土豆挺好吃，但这回是只是传，就是在那个网上搜的视频做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好吃。我并不知道能不能好吃。欢迎郭韵是个憨麻皮，欢迎光临。
老饿了，真的，我老饿了。先盛点饭吧，太饿了，兄弟们，饿不行了。放歌，歌。我今天上超市买的大豆腐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大豆腐了。令我吊起这逐日行走一句吞唱的古曲，带进画面如此的美丽，殊不知是谁的魔笔。是谁的魔笔？淡淡胭脂着
真的忧郁，留下吉他的旋律，早已人外已，街上小卖的小曲，仿佛隔空变换到哪里，一切模糊又清晰，几秒钟的时间，恍然不平凡的意义。
OK， 可以吃了。开照吧。嗯，超级嫩，超级嫩。哇，大豆腐，我老爱吃大豆腐了，就从小就爱吃，就这种卤水的豆腐。老爱吃了，白费我忙活了三个小时啊，兄弟们。胡萝卜，吃胡萝卜，补充叶黄素，对眼睛好，抗疲劳。吃牛肉健脾，脾胃。我最近天天喝冰水，脾胃有一点虚弱，胃总隐隐作痛，因为天太热了，喝凉的喝太多了。又炖了，炖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很嫩。我就成了小半碗米饭了，不敢多吃，米饭热量太高了。吃洋葱壮阳。
这是今天过节我才做饭，平时我都不做，就是就做一点简单的，比如说就焖个米饭，吃个豆腐，是因为今天过节，然后要有仪式感嘛。平时他吃的很素，怕胖。其实我觉得这豆腐比肉都好吃，我特别喜欢吃豆腐。这个卤水豆腐今天这顿不吃完明天就坏了，豆类特别容易坏，买那干豆腐啥的放冰箱放不了多久它就坏了。这一块嘛好像卖3.5块是多少，但我自己我是真的吃不完，然后明天又坏了没办法。要是能卖那个再小一点的就好了哈。罪孽深重，吃今天吃的太荤了。我好像饱了，我吃了1/3吧。完了，我吃饱了，我豆腐吃饱了。丐帮哥，哎我操，剩一口饭吃出去了，那浪费。撑难受了。吃的是。不行了，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剩一口饭我实在吃不下去了。我感觉到这儿了，不行了。今晚你喝多了，今晚我太可怜了。我有啥可怜？我不觉得可怜，没有，我不觉得可怜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我今天情人节，然后我直播，然后有这么多
朋友来看我，然后我还过了三星，然后我今天还给自己做了顿饭吃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平淡日子就很好啊。我觉得我一点不可怜，我觉得我反而觉得今天很开心。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开不开心的，只要今天我努力了，我踏实的过好了今天，这就够了，然后晚上再睡个好觉，就是很好的一天。我今天没有负今天的时光，我今天有好好吃饭，有好好睡觉，有认真工作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吃饱了，再给我盛的。今天有对象的叫情人节，没对象的叫疯狂星期四。九点半开始锻炼，我必须锻炼了，真的，我太胖了，我的游泳圈已经爆炸了。这个大豆腐得放冰箱里，不然一会儿坏了。这天热。还给自己炖了冰糖炖雪梨，冰镇了，清肺的，因为我抽烟嘛，然后就抽太多了。小甜品，吃个盖儿，还得再震一震。黑不溜秋的太磕碜了，没事儿，啊，撑死我了。兄弟们，我已经播了4个小时了，我下播歇一会儿，一会儿我要是那啥，我起来再播。我歇一会儿，而且我这个牛仔裤勒得我要爆炸了，我必须马上给它脱了，不行了，噔噔的，嘎嘎的，不行了，已经不行了，我一会儿可能10点我还播，我赶紧把我的裤脱了，我受不了了，一会儿10点我可能还播，完了你。